母猪会生小猪，母狗会生小狗。那你知道我会生什么吗？你会生小孩啊？不，我会深深的爱着你。好的不行，剧情是有的没的。我带入你也在那边惩罚你。Uzi， 你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？靠走道。靠走道。靠走道。我的话，我是喜欢靠着你。我觉得还不错。还可以。哎，我这样。好可爱哦，好萌哦，很像小动物。对，好可爱。你好像真的狐狸，你好像真的变狐狸了。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灵活？刚刚 Uzi 那个分数真的是很强。我赢定了啦！你们这些废渣！你刚刚这个人怎么变那么快啊？你刚刚还说话，你一定会拿第一名，还在那么快？人心险恶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他先等到他确定会赢了再敲到你们。你们真的好强啊！现在就是你们好像到得了了。哦，可以的。太疯狂了吧！见证一下，因为上一次阿乐来我们节目，然后他弹了一下，他直接没感觉。自己拉可以吗？我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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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你，我很会拉，我很会拉。让我自己拉，我可以，我会把他拉满，好不好？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生我会丑女吗？旁边那几个都杀人犯吧？我要看你有没有拉满，有 ，OK， 我看那个力道。咦？啊！我会冲啊！